机械哪里坏就要去做，就在他就住在南科里面，竹科啊。我进去想。话说到哽咽，谈起北漂青年离乡背井、背上求职的辛酸，北漂青年的妈妈们站出来力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的韩国瑜，力求翻转。可是我们高雄真的薪水太低了，那么辛苦，而且是责任制，薪水也没有加。我希望说我们高雄能够有个好的环境，我希望女儿早点回来。柔情攻势，声声呼喊北漂族返乡投票。还有位身为民进党资深党员的妈妈，宁可倒戈也要力挺韩国瑜。韩国瑜除了美丽之外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什么负债偌济，坑洞偌济，迄咱大家电视拢看啊足清楚，免我再重复。从选战初期，韩国瑜就强打北漂牌，如今迈入冲刺阶段，更加强力道，全面要抢攻北漂族选票。欢迎新闻留言凯旭国豪高雄报道。